夏天晴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张振宇先生作为你的丈夫？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直到永远。我反对。走开。我反对。赵子木，我拜托你不要理我，你赶快走好不好？我爱你，我不准你嫁给张振宇。你们都还待在那里干什么？把人赶出去！起来，起来，你这疯子，放开我！走走，赶紧，别乱走。夏天晴小姐，我愿意。情缘意料，我们该走了。赵子墨，夏天晴，你们终究还是没能在一起。财神，善财，再见了。现在新郎可以把戒指戴到新娘的手上。现在请新娘把戒指戴到新郎的手上。现在新郎，你可以亲吻新娘了。赵子墨，你还敢再来啊？把那混蛋撵出去！啊！
你是谁呀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管你是谁，你今天都得死。先生，算命吗？小姐，算命吗？小姐，你干嘛？真有人，到哪都能碰到你。我警告你，离我远一点。够呛，我喜欢。你这个村姑，我这村姑怎么样？你一辈子都别想进入我们张家，谁先嫁入我们张家，我嫁是张礼谦。你这样没有用的男人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。我就不相信我教不了你。有没有这么笨？到底是在笨几点啊？笨死！有人在家吗？你不是赵子墨，你是 K， 还有。你不要听骂，笨，Don't you understand?